啊，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现在在这个，现在在捷运这个是台大医院，台大医院的捷运站出口，然后这边有很多人在截集，大家可以看到。站的多位置啊，下来。我们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那我们关心的议题是环境还有土地。那既然核能它是一个跟就是可能会危害到环境和土地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就必须要站出来关心。我们的会员都是散各地，是大概有二三十个吧。好，这边都是我们的人。好，谢谢你，谢谢。对人是吼，足无好诶，吼，真危险。人咧外国人都不爱做，是安怎咱台湾要做的？吼，安尼就好啦。好，噶你是你是家己来诶，无参加什么，没有参加什么社团哈？啊，你们怎么会有知道有这样的消息？你走到那个二楼，电梯有多快啊？那你们是朋友就就到底来行不行呢？是啊，家己要来的哈。看到就来了。好，请问你几岁哦？八十二啦。八十二哦。哈哈哈！那你妈要来缓和哦？哎呀。哦，真搞呢。跟是想跟你讲，你阿舅呀？哦，应该你舅跟你啊，真搞真搞。我不拿钱，不要来。哦，知影好来，你看我无读册，袂晓，我看到惊，我惊死啊，中东人咧，惊死啊，惊死！哎，因为看到日本的舞蹈的吼，哈尼啊危险，我买惊。很清楚，像那个苏联那个啊，我们看起来都很害怕，看到蓝鱼更害怕。那些桶子啊，里面都那么多的垃圾，好怕人哦，吓死人。林夕，我们四个都是在公园聊天的人。是啊，要保护小孩，要不然以后他们会很可怜。嗯，那你们是自己来的还是参加什么活什么团体？自己来的，是我妈妈。啊，那是你妈妈。对。所以是三代同堂来的。对。啊，我是他儿子，就是有共同的理念，所以带他出来的。啊，所以你妈妈被你感召了。那这次是为什么特别想要出来反核？我觉得因为这次是核四的议题啊，不能再干什么。而且之前核电厂爆发出这么多就是工程疏失，所以其实整个情况让我们都非常担心。你现在几岁啊？我是小朋友。请问这个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是到民众那个移动的标准啊？这样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哎，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反核吗？为什么反核吗？因为我们爱台湾啊，是不是？这是你设计的吗？这是你设计的吗？这不是我设计的，这是这位先生设计的。啊，好，对，我们是好朋友。啊，是。是二号，是一号。谢谢你。谢谢。这是哪一个团体吗？还是他？这是哪一个团体吗？哦，没有，我们就自己设计少量的 T 恤，然后让大家支持和反核这样子。啊，是是啊，谢谢。这你身上的这个 T 恤就是设计出来的，好，太棒了。Thank you.
请问一下，你也是来参加反核的吗？啊？你也是来参加反核的吗？哦，你是自己自发的出来，还是参加哪个团体？跟他来。哦。因为我们对这个都有很大的兴趣，觉得他们做的不对，是很危险，因为这里有那么多地震嘛，所以会比较危险。所以你不是台湾人？不是，丹麦人。哦啊、你是丹麦人啊、You stay here for work or just tourist? Work. How long you stay in Taiwan? I'm doing research about the nuclear power industry. Oh, really? In Japan. And I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similar point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So I thought I would come here today to take part in the demonstration and also to voice my concern about how the nuclear power industry works. I'm researching on my own. I'm preparing for a PhD project from next September. Oh, you're a PhD candidate? Yes, a candidate. Oh. So right now I'm doing preliminary research. Okay. Which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in Denmark. Oh. 然后要封锁线的意思。哦、oh.。所以你现在您是这里的志工，这个活动的志工。那地上的那个是一个封锁线。对对对，所以待会四点到四点零五分我们会整个拉起来。整个拉起来，就整个都围起来了。是。哦、OK， 好，谢谢你。最后就是冠三勾结啊，然后人民逃命啊，人民逃命啊，了解。这上面这又是什么呢？啊？这个又是什么？这是符咒啊。哦。哎，请问你们是属于哪一个社团呢、啊？没有社团。你们不是属于哪一个社团？是自己来自己画的。啊，是自己画的。不好意思，我是记者，我想问一下，上面写猛兽注意是什么意思啊？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上面猛兽注意是什么意思？我们动物社工来势汹汹。中午的学生来势汹汹。啊、oh, ，这样 ，OK。不要忽视学生的力量。哦、oh, ，了解。猫咪想要活下去，好 ，OK。好，谢谢。带着小孩子一起来反核啊？对呀、啊。